奇怪，怎么还不打？扣给他，扣给他！不打、啊，搞什么？对啊。快点气过来！要气过来你啊！跨上跨上两位跨下。跨这一家是安怎？高兴啊！我甲这样讲这代，你才是高兴啊！高兴啊！我跟你们天光社的，干他什么事？有种过来！怎么跑掉？搞什么？对，有种过来！你们电梯这样对吗？你没有靠派往前，他们看着，啊，他会动，啊，我当然要做，我不对吗？啊，你们的青年呢，淌这个浑水，说什么我在凶什么？讲个难听一点，你清洁你负责，你清洁吧，你不用过来吧。讲个难听的，我没有办法过去的话，我会找地方过去。怎么跑掉了？搞什么？你们结果这样对吗？跑太远了。告诉男同志在那边，他电梯，妈的，我以为三姐跟他们去管。那当然我想做、啊。晚上。哦。这两步，我三姐跟。然后跟屌。他现在是怎样？乱七八糟是怎样的？真的要打多大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视障了。但是刚那个欺负视障人士，然后待会回来揍他一顿，妈的嘞！妈的干！太好笑了。你们两个老老打架，结果难怪刚才前公司一扣你还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给他看不上，还是要打个小号。你告诉我，靠背没有？应该是弱势，因为他没有牵口。哦，应该是弱势。对。哎，你要跟别人打架，那干嘛欺负两个老头啊？欺负是这样的事。他在靠背。搞什么？有没有？哎，让他妈弱势在跟他打小啊！